武器后坐力分等级，一到十级的差距有多大？这是一级后坐力。我丢，这什么枪？这后坐力是真的小。这是二级后坐力。80后玩家的专属，看样子后坐力不小。这是三级后坐力。特工专用手枪，我承认开始有点离谱了。这是四级后坐力。M249轻机枪，号称移动小炮台，枪手体重没个108斤，根本压不住。这是五级后坐力。M2 重机枪，从1921年服役至21世纪，由于后坐力太大，人体已经扛不住了，发射前需要安装三脚架。这是六级后坐力。坦克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，通常配备重型弹药，后坐力自行感受。这是七级后坐力。034远程火箭炮，现解放军远程投送火力武器之一，后坐力自行感受。这是八级后坐力。洲际弹道导弹，以咱们的东风31系列为例，本土发射可覆盖全球任何目标，这后坐力可想而知。这是九级后坐力。猎鹰重型火箭，它是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大、能够承载最重的运载火箭，总质量达到1420吨，搭载27台梅林 ED 发动机，能将16.8吨负重送到地球逃逸轨道。然而最离谱的是，这还是一家私人公司的产品。这是十级后坐力。5 3 2 1 0，这里是日本火箭发射实况。基地都能给你炸了，这后坐力怎么说啊？